南平万达写字楼嘞，封了封了，好多人咯，现在在那收钱。你说还能不要出来乱跑了？听没？你们看，站子是牌子说一直这个打黑，做核酸的排了几万人呐，你看嘛，好多嘛，排拢红镇广场、新世纪门口排拢牌子说门口了。你看嘛，好多人嘛，那个官儿害死人了、一个人弄几万人来那个站。三八三三广场，我刚刚十二点钟出来都是好好的，弄了一哈儿都不对头了，那天又着了，那天我们都在背后走，我们江水的铁杆上去，那种路全部都封了。三八三彩广场，哎呀，好多人摄像哦，哎呀，好狠哦！然后我们在这做核酸哦，我十二点半出来好好的，那回来还是成那种了。警察哎，横线拉起的好多警察，天热，老子还要坐那儿回来呀，赶忙上山了，好狠哦。